孩子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在看的这本书就是今年七月才出版的《小厨师我的幸福投资》。这本书的作者是有名的亲子教育专家蔡盈清小姐。蔡小姐，欢迎您带来我们的节目。乖张好，大家好。盈清啊，我知道说你很喜欢一般的朋友都喊你布布，那我也喊你一声布布好不好？好。我觉得说啊，你这本书啊真的是很精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想要用一个动词教育孩子。对，我们把教育看成好像是一个礼物，可以从这个人的手里交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可是我自己在成长以及当母亲这24年，我觉得教育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确实是一个影响。我们是在慢慢的影响里把人生需要的行囊打点好，然后继续往前走。行囊里面要装些什么东西，那个行囊里面装的就是未来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能不能够好好生活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嘛。对，厨房不是我的重点，因为美食厨艺这些都不是小朋友，他们是有兴趣，可是这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对，可是这也是人生必备的。我们说我们每天都要这个餐饮，都要饮食，生活中的一部分。觉得馆长讲的就是这个频密的接触是不是就变成生活里最好的教育场景？是的，我们必然在这个里面可以谈到很精细的时间管理，安排事情的先后顺序。是的，以及怎么样把一个混乱的局面整理成一个非常可人的环境。这不就是教育里很重要的重点吗？所以您这个小厨房啊，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教室。那么您大概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这个小厨房的这个教室里面，你的一个单元大概是怎么样区分的？需要多少时间？ OK， 你知道教室是一个很可怕的名词吗？对，所以有人说教室如果像电影院一样，如果教室如果可以说像我们普通的生活一样，那就更加的美妙了。对，所以我是用一个真正的餐厅来当我的教室。是的，这个餐厅平常孩子们不来的时候，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完善。我想它的气氛也是很好。是。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高阶，就是这个环境的高阶，通常是大人并不允许孩子进入学习的。而我把整个餐厅空下来，让孩子在里面去玩一场真正的家家酒。玩的不只是环境，还有我们所带他们的那种全然的邀请。是我觉得是孩子们最感到他们的不可思议，就激发出最好的能力。我们跟小朋友的分工非常有趣。基本上我们不是以一个教导者或支配者的角度，就是今天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我们得一起完工。好，能够做那么难，能够在时间之内完成越多任务的团体，通常就是默契最好，然后很体贴，懂得彼此支援的这样的团体。所以我们是一边做一边在展现这种同工的意义。就比如说我教小朋友把一个去骨的鸡腿绑起来，这个绑本身是我们想要教他们的，可是绑一个以后呢，我马上就交给另外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告诉他，布布阿姨当你的助手。在这个当中，我想一方面是孩子受到交托的那种良好的感觉，对，一方面是我退居下来，他才有机会实做。是，我才能从一个更有经验者的角度来稍稍的修正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以这样子的概念在进行。当跟
孩子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好像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重新复习过去的自己。以前我不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举动，可是透过孩子，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生命回顾，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也因为有这个回顾，所以我很容易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喜爱，还有他们的希望。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乡下带了一个国中的就后段班啊。那他跟我提到过孩子们很难带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去找姑姑给那个孩子们上一堂餐桌实作的课程。后来那个课程就像姑姑书上所展现到的很多的一个案例一样啊，他们也拍了照，然后那些照片啊，很多的父母亲看到，然后他们学校老师看到的时候啊，他们都纷纷的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些孩子啊，在镜头下每一个孩子都像天使一样，可是平常这些孩子不都是牛鬼蛇神吗？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那个布布那个小厨师这本书，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美，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专注，并不是这些孩子是特别挑选出来，这些孩子全都是那种随机选出来的孩子，可是你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非常的专注，那个专注的神情其实就是布布想展现给大家看到的。当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带小朋友做这个厨房的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希望它是一个亲子活动，因为馆长知道我们那么习惯要把活动办得热闹，是的，然后人数很多，可是我很勇敢，我就跟对方讲说我想要父母不可以参加，父母不可以参加的亲子活动，哎，这个别出心裁，父母不可以参加，但是我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我希望他们可以谅解。父母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更有经验的人，对，所以他们会从中，我不能说阻挠，可是他们确实是我的某一些障碍。那因为我有过经验，就是我带小朋友四个小朋友做蛋糕，我们都已经讲好了，我们要自己设计，每个小朋友也都有自己的设计图。当妈妈们进来，你知道妈妈们多么习惯，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意见领袖。他们马上跟孩子们说，你有没有像某某某做的那么好啊？天哪，那四个小朋友全部推翻自己的设计稿，是他们都只想跟别人做的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些问题我很着急。是，如果他能够尽情地发挥他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建立起他的一个信心。对，所以我很高兴馆长提到信心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跟所有的父母分享，就是信心不是一个礼物。对，因此孩子们可以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他得从认知自己的能力开始。那如果你要他去模仿另外一个父母眼中非常优秀孩子的蛋糕，时间两个小时也会过去，四个小时也会过去，可是他并没有在这时间里面累积属于他自己的，他只担忧他母亲心目中那个最好的人，怕他让他母亲失望了。对，因为事实上母亲的期待还不只是温柔的叮咛而已，渐渐他就会演变成一种从不断叮咛而来的压力。在您的书上也提到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您说母亲是最初的教师，所以母亲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的话，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心态去对待你的孩子的话，会影响到整个孩子的他的成长。对，尤其我在带小朋友的时候，是我就很细心的在观察他们
不想要或他们自觉做不好的事情，到底我们以一个大人的角度，所谓的帮助，要怎么样进行？我常常在这个观察里发现，我有办法帮他做的跟其他人一样好，一样的好。那个完全不是从鼓励，不是说啊你可以呀或怎么样，是，那是没有用的。是，我就看，哦，原来是他不会拿刀，或者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菜摆在盘子里摆得很美。是，切入最有用的点，增长他的能力。是，于是这个信心很自然的就会整个就是成长在孩子的就是他的手或者他完成的事情里，即使没有一句称赞，我认为那个信心还是已经长出来了。而且您的这个教育方法很特别的是，在这个小厨房里面，当他们学习完了之后，也让他们等于真正的开一个小小的一个餐厅。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陪着孩子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完成这个小厨房的这个工作，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照顾眼前那个孩子？我也曾经那么大过，然后我的父母亲愿意把很多的机会给我，是，所以在我小一或者我看到的小三小六的小朋友里，我曾经做过那么多让别人赞美我的事情我很愿意再重新给他们一次机会，而这些机会呢，通常是现在的父母已经不给了，因为父母帮他们筛选了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可能是把这个时间拿去再补习英文或补习课业，是，而遗忘了他们生活里应该要具备的种种能力。艰难的工作一样，然后自己很有成就感，然后看他的笑容，我觉得很满足。你可以这样好吗？好。今天看小朋友在那边细心的认真，然后做事情，然后又其他一点小朋友在跟我学习，很棒的，很专业的来上菜，所以就觉得非常的那个，还是非常的感动。豆腐太容易碎了，那就是需要点技巧，没有学到技巧吗？后来我就好了。今天早上你做了什么东西？做了水果塔，就是学到要怎么做水果塔，然后可以回家分享给家人，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的女性啊，常常会有在家庭和事业之中时间是两头烧，不晓得哪一边重哪一边轻的这个问题，事实上两边都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呢？